OK， 你有咩整啲車仔上嚟睇下？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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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。I like this setup。真的很多牌啊，呢度 OK， 是多牌多到乜咯，超多牌。依家港鐵啲廣告變咗，由原本上面搬咗落嚟，又短咗啲，咁啲人就可以喺上面就望到啲風景，唔錯啊！我唔會好中意呢個設計。白色嘅，哇，好白喎！荔枝白色的啊，是荔枝的餡是白色的嘛，這個印象是呢度真係唞唔到氣咁滯，勁焗啊！完全唔覺得自己係呼吸緊嘅，除咗入隊之外。唔該，先呢架。已經買咗三個禮拜，都仲未買曬，喊出嚟啊！但係呢個喺香港都唔係太出名啫嘛。不是太受歡迎的，至少我都不全識去。是啦，那就用了成兩個鐘啦，就是買這兩輛車。唉，使不使買架膠車？不計啦，那就使多少錢啊？又200多啦，是啦，又200啦，是最貴的這架，真是特別版膠貴到死，真是。咁啊，呢架幾搞嘢嘅呢架，係啊，晏啲幾時啊？啊，禮拜四放，係禮拜四放，交俾禮拜四，係因為已經排好曬，都難調啲片。咁禮拜四調到就調呢架啦。啊，咁呢架就要再晏少少。啊，呢架特別車，好難搞。咁啊，個設計都～唔錯，幾滿意下，只係價錢就，比想象中高咗啲啦。尤其呢架啦，貴咗成5蚊，5蚊，又要搞個環包又重咗啲。唉，算啦，唉，難用一個5蚊，應該都唔會太難用5蚊。咁好，今次條片嚟到呢度，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